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呢要来抽路虎最新的这台联赛 A 车 L 战药双生，来了，看一下它的特性呢，是 CWB 喷之后呢，首个小喷可以立刻提高最大的速度，而且小喷动力加 8%， 然后每个氮气延续后的5秒内呢，小喷时长加 0.15 秒，而且自动集气 3.5 秒的一个时间。那这台是双生战神的联赛进化版，好，看一下它的外观，一样跟双生会变色，看来是白银色的，很帅。然后它在哪里抽呢？它在攻方里面开盘，奇数偶数中来了。接着我们就直接把它抽出来一次，希望这次可以偶一点，两次。哦，好帅哦！三次，这个抽可以抽到很多科技点啊，四次。所以其实抽这个攻方车，我一直都觉得蛮划算的。七。二十天，十一，我猜至少要四十次啊，四十次起跳。十二，因为这台车应该不可能太便宜。十七，可是就还是像我说的啊，就十八，不要抽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给一些实用的。十九，我觉得这样子抽是比较省的。二三，好像有点慢呢。欸，其实我有时候想问哦，你们会不会有这种做法，是你们只抽到这一格出来，六十天出来，十加二十加六十，九十天的时间，三个月用一台车，不会直接永久？为啥？你们又不像我要拍影片，一次给他抽到底，你先抽个三十天出来，直接改装改满啊，到时候还可以分段分期付款啊，他要截止之前再把它抽满，要不然一次刻四千块很贵，三个月分段，一个月刻一千五，就还好，三十。哦，有机会四十出哦，三一 ，OK 来了，蓝人帮有没有机会提前把握住呢？蓝人帮三十七，哎呀，这个提前比较 over 点的机会错过来了，再来是粉红帮三十八，也没有，再来是蓝人帮的三十九，中啦！OK， 想要把它改满呢，建议改一个右中左左，跟双生是一样的。第一个是基础最高速度，小喷最高速度，小喷动力；第二个是基础动力，小喷动力及速度；第三一个是小喷最高速度，小喷时间，小喷动力；第四个呢是基础最高速度，小喷最高速度及速度跟小喷动力。好，接着我们来测一下这台战药双生，来测一下它的速度跟小喷时间。来了，看一下它的基础双喷速度是 247.3 哦，正常。然后看一下他的 WCW 292.8， 然后看一下他的 CWW 310.7， 然后 WCWW 是 315.2， 速度呢在没有第三个小分叠加的时候中规中矩。看一下他的这个 CWWW 是 322.8 啊，这速度呢跟双生一样有感提升。然后再看一下它最快的这个 WCWW 的速度是多少 ？WCWWW 327.3， 好，相当不错。然后看一下它这个小分的时长，小分的时长的话，在没有特性触发的时候，看起来是零点六九。应该是 0.7， 看起来是 0.7， 看起来还不错。然后加了特性的话，可以，如果是 0.7 的状态下，加了特性会到 0.85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要来跑一场故园归罪，来试一下这个车。试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哎，啊，这样子没叠到，一二
车出特性的时候，小分时间比双生还要长。哎呦，天哪，这怎么那么快啊？啊，投票。完美的复刻了，这样子应该还不错了。第一次跑真第一场，好，一场体验一下这个车，然后去跑实战，最真实的一场。然后等一下一边跑实战的时候，一边跟你们解释啊，这个车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啊。接着我们就直接 Let's go 320冒险岛，哎，好像还行哦，这图还算不错。然后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哦，我对这个车子的这个特性的看法。这个车子呢，它在触发氮气延续的时候啊，它的小分时间会来到 0.85 秒左右的一个上下附近。这个小分时间呢，应该是目前最长的吧，而且长出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境界。然后呢，这个持续时间会到5秒，其实5秒氮气延续对于延续的路段来说基本上都够了，很少地图会超过需要延到5秒的，很少。然后再来是触发的这个自动加速的效果非常非常好，它触发的效果不是说你在延续的过程中就是才有，而是当你触发了之后呢，你像现在的这个平地它也会持续有自动集气的效果，现在这样子一直都会有。所以就变成说它在氮气延续的很多赛道来说的话，它比之前的双生的集气的这个问题呢，改善非常非常的多。那么这里会自动集气，那它就会满气，那它就可以有更多容错空间。而且这个氮气延续是非常非常容易达成的，就是就算是一般的地图，你也很容易会有这个延续的触发。失误了。那我在跑啥？好，别怕，没事，这样就来讲解了。边跑边讲啊，你们比较容易感觉到，虽然没有跑得很好，最大速度应该跟双生没差多少，但动力的话，肯定是要这个车再更好一点。然后转向的话呢，比双生再好一点。侧身延续，哇，脱了。哎，这个是四人局，好像不错哦。延续，哇塞，都快要可以续到这个弯了，哎，完蛋，完蛋啦！他还有 ECU 啊，卡他！哇！没事啊，出了点意外。第一个弯被搞复位了 ，OK， 我们现在已经逐渐熟悉这台车了，这车子还是相当有料的。
班车不好跑。哎，不小心笑到。一般车它这个延续顶很差。W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弹射。啊，看起来没问题 ，OK， 妥妥的。看来这些人都不练图，跑法完全就不行，还是赢了。不行不行，来了吧，该来了吧，龙门新村吧，来一场吧，龙门新村，龙门新村该来一场了吧。雇员归队也可以，也可以 ，OK， 这个图也可以来了。这图我们也是秀的，账号问题比较麻烦。1、2、3、4、5，哦，没续到，没续到，有点小伤啊。1、2，弹射，轻杀弹射，花没出。他现在还是冰魄吗？哇塞，冰魄还想要拿来跟我们这个双生战药双生拼，想多了吧，下去。